家好，我今天来做一个小视频。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叫 Franny， 他们的工作在印度尼西亚要结束了。那么我们几个妈妈约好了出去吃饭喽，出发！然后呢，我接上我的最漂亮的闺蜜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出发。开心的比心。